好事地图 APP， 随时随地做好事。打开手机美食地图，里面会有美食。那么打开好事地图，里面会有好事吗？没错，这款 APP 就是整合了全台各地弱势摊贩的详细资讯，让你只要使用手机 APP 就能随时随地做好事。我的粉丝也常常都有很多那种弱势摊贩的故事，我就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变成一个 APP， 随时随地打开就可以知道说你附近哪些有弱势摊贩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做帮助。记者实际拿出手机操作，很快就找到在附近卖雨伞的张阿伯。就算不是下雨天，也有很多人前来向阿伯买雨伞。他的讯息我的脸书朋友转发过两三次。不止生意变好，好事地图让更多弱势摊贩被看见。总算有你们这群年轻人肯为我们出头啊！我想要把这种向善，就是做好事的心慢慢感染给每个人。你看到玉兰花婆婆，明明就知道很可怜。其实你花20块跟她买玉兰花，其实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故事，就藏在好事地图里。全民善心正在持续发酵。记者于翔、吴永林、张海宏采访报道。